糯糯的桂冠。游戏认真旅中。哇，这不是？这是王德龙的声音吗？这不是刘景宏吗？这不是王德龙吗？这不是迎接狗年到期待玩 RMSSO 吗？我永远忘记拔飞虫。笑死。阿贵来追我啊！躲得不错哦。他可是。这么贴哦，不愧是第七神哎，曾经在第七战胜过豹哥的桂冠，失误了。在军中也在偷练车是不是啊？对，干在军中偷练车。就这里了，哦，阿龟好稳哦，追不到哎，决胜负了，最后几个弯道，赢了啦，混大朝天，传接。这里的哦哦哦，好大！有没有超贴？不要卡了，不要卡了！欸、没有，我比你还贴。哦，好怀念哦，力气的时代。比贴度的，屌打阿贵！哦，刚刚真的超贴。你太外吼，再开气啊！你太早开了，这样速度太快。以前好像那种逆气的时候，都是抓地下去可以超贴，开气也可以超贴，只是比较难。抓地可以最前期啊。